情侣旅行禁区，各国都有神秘分手景点。这个叫 Le Pont des Arts， 男朋友跟女朋友一起去那边放一个活动。Wendy 是现在因为太重了，太危险，我拿掉45吨。45吨，把人家的爱情丢掉了。被迫分手，最后好像是一锁的话会分手。首尔的锁了会分手。后来的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